看看看，今天真的是要发财了，今晚咱们出来安黄鳝，先把这个水库换上，不然待会儿遇到那条就不好了。刚刚已经把那个饵料放进去了，就是上面那个荷塘，绝对是有荷塘。哎，这个好像有点深哦。这个雨荷塘安了四个，我们做的明天的收获。I'm with you all the time. Say a little prayer for the restless heart. 昨天晚上我们下了有三个鱼塘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鱼塘有没有货。看一下这个，咱们去看一下昨晚在荷塘里面下的地笼，我感觉应该是有货，因为我们这里的话就是人烟稀少啊，就比较的偏僻。大家看我后身后这些老房子哈，就是好多都搬去城里住了，所以现在的话资源非常的重要。这块荷塘的话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，每一年这些荷叶长得特别的茂盛，一直都没有人来挖过，所以这里面我感觉黄鳝和泥鳅应该非常的多，期待有货哈，也不枉费我冒着被辣条咬的风险。看一下，我的天哪，天哪，你看这个，哇，你看好多泥鳅，我的妈呀，这肯定有，起码是有两斤左右。咱们先把第二笼先取了来，咱们看一下有没有货。好多在动哎，天哪，天哪，你看这个，咱们看一下货。哇塞，赚翻了赚翻了，今天要发财了。看看看，今天真的是要发财了，现在这个泥鳅的一个价格的话都是50-60一斤。哇塞，你看，哇，上货上货，你看，哇，生龙活虎的。哟，你看，我的妈呀，这个，哇，你看这个黄鳝，好大一条，哇，它还想跑，
拿进来一点。哇哇，哎呦，好滑好滑，赶紧装一点水在里面。我老远就看见有东西在动了。今天要转翻了，你看。这个哇，就是这个荷塘的话好像泥鳅很多呀，你看泥鳅泛滥。黄鳝的话就是黄鳝这笼的话有一两条。哇。这个泥鳅。啊，这个泥鳅哇，大的话好肥好肥，还有一些小的。先放在这里，待会儿不要给我跑掉了，来之不易呀、啊。哎呀，这龙！啊，这龙的话呀，这龙的黄鳝比刚才的那三龙要多，太多了。今天收获真的，今天的收获很满足。我觉得这么多，我想拿去卖，这个可以赚点生活费，应该完全足够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哈，到底有多少？我感觉今天真的是。哇、有没有十斤哦，真的好多呀。哇，哎呀，你看这个火，这条鳝鱼它要爬出来。哇哦，全是好货呀，我的天。还有最后一个地笼我们去取啊。好多梨子啊，这个梨子特别的好吃。小时候的味道。昨天晚上我在这里安地笼的时候，看见一根红烂条，太可怕了，那个是有毒的。哎呦，只有三根。没有刚刚那个荷塘里面的多，没关系，还是有货的。好，我们回去了，把那个黄鳝和泥鳅给它分开，不然的话黄鳝会吃泥鳅的。最后把网洗了，今天圆满收工，开开心心回家。